各位亲爱的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我是股市大师兄陈学进陈老师。虽然台北股市啊，从8月6号10187张以来，到现在为止累计这个涨幅啊，已经高达将近1500点了，都已经涨了那么多，所以短线上稍微做一下的一个整理啊，其实都是蛮正常的一个现象，并不足为奇啊。但是重点在于哪边？重点就是对于短线的一个震荡，是不是代表说多头续涨的一个格局已经进入了一个尾声？在这个地方，大师兄可以斩钉截铁的一个告诉大家，并不是这样看的。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要知道啊，在多头的一个格局不变的前提下，量缩震荡它所代表的是什么意思？代表的是市场的一个吸收，并不是人气的一个退潮。在市场的一个吸售之下，一旦震荡换手整理结束之后，接下来的一个行情必将还有一波的一个大涨的一个表现的一个空间，各位可拭目以待。既然过去这一路以来，从10180点一路以来到现在为止啊，我们能够一路对到现在，那么接下来我们会不会继续再对下去？大家可以慢慢看那么随着一个近期的一个指数进入了一个高档的一个量缩震荡整理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在最近的一个盘面上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不晓得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到？第一个特色就是什么？就是你可以看到随着一个内资的一个买盘的一个回笼啊，那么最近 OTC 柜买指数的表现呢？优于大盘的一个指数，你看 OTC 连续的一个怎样连三根的一个红 K 棒，那大盘指数今天是呈现开高的一个震荡的一个走低收小跌。那么第二个就是什么？中小型股优于大型股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光照和的一个加登受惠于获利转机大成长，你可以看到从6月17号56块4一波大涨上来，不过才多久的一个时间？五个多月的时间呢，五个多月的一个时间涨幅超过多少？超过200%。还有你可以看到包括的一个怎样太阳能的一个网板的一个制造商的一个昌河，从8月6号58块起涨以来到今天大涨再创新高，才多久的时间？三个多月的一个时间涨幅也高达多少？也高达230%。再来包括我们这个核心持股台表科。你可以看到这一路以来我们从年初三字头36块3带着全国所有的一个会员朋友全力重压布局买进的一个台表科，因为中间含有配息嘛，配息 1.3 当然要扣掉平均成本，当时布局买进平均成本35块左右。这一路以来不论是三字头、四字头、五字头、六字头、七字头，甚至你可以看到七字头的时候，你看10月22号新进会员朋友不论旧会员新进会员朋友，你看就是直接给我重压到五成，看好的一个股票就是要懂得集中火力重拳出击。我讲来的讲股票免追了你不要十几支股票不好，一档股票就够你了嘛，可以赚翻天了。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一路以来大师兄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台表哥，我们核心持股表中之霸，从三字头、四字头、五字头、六字头、七字头、八字头、九字头，到现在来到三位数，今天大涨再创新高，来到116.5，从35块到今天再创新高，一张的价差达到81.5块，波段价差的一个幅度超过230%。你今天你不要多，你赶紧买十张就好。你看你今天你跟着大师兄我的一个脚步来操作，十张从年初涨到年尾，年初涨到年底，你看这样一张，十张就让你可以开心赚进超过80万。要是我的一些那个特别会员呢，随随便便就是100张、200张。一百张你看这样一波大涨上来，超过800万；200张这样一波大涨上来，超过1600万。我相信大师兄的一个操作大家有目共睹所以谁说没有行情只要在于你有没有能够怎么样跟对人买对股票，只要你懂得跟对人
跟着大师兄的一个脚步，你可以看到光是这样一波的一个大涨上来，你看你的一个财富不晓得就已经翻了好几倍。所以现阶段的一个行情啊，就如同大师兄跟大家说的嘛，哦，这个行情你不用去想太多，哦，就如同大师兄说的，八月利空筑底好布局，九月心无挂碍大丰收，十月普天同庆放烟火，十一月震荡换手再上攻。哦，但是重点是啊，十一月震荡换手再上攻，重点是你有没有能够买对股票。哦，所以啊，接下来到底要怎么样来掌握？哦，我常说啊，这个行情懂得把握的人真的会赚很大。那么怎么样来赚？所以啊，我们在啊礼拜三，哦，今天礼拜三啊，这重要的哦，哦，农历欢顾风光前最重要的一场讲座。哦，那么第一大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啊，哦，第一波千点行情达成之后，第二波千点行情何时启动？历年高点12682有没有机会？你来现场，大师兄透过形态、波浪、经济、筹码面的一个角度，大师兄来告诉你。那么第二个包括的一个 PA 啊，哦，散热啊，被动元件、矽晶圆跟什么跟瓶盖股啊，震荡拉回可以买吗？还是要懂得换股操作。再来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哦，我们的一个这样革新持股台表跟表中自霸，你可以看到啊，波段的一个这样狂飙了超过230%之后啊，哦，那么在大师兄啊，五冠王啊，工商时报绩效线上五冠王大师兄的口袋名单里面啊，一档可以贯穿明年全年的台表科接班人，到底是哪一档？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想把握的一个投资朋友，礼拜三的一个台北的一个讲座，你一定要来。为什么大师兄这么说啊？哦，尤其现阶段的一个行情啊，结构面对结构性的一个调整，布局代替追加，哦，你能不能够买对股票很重要。现在你就是要懂得把不对的一个股票换到对的股票，换到大师兄给大家的一个股票的一个身上。比如说啊，你可以看到啊，用智科啊，哦，那么用智科像这样的一个股票打下来，哦，能不能够去抢？哦，我相信我过去都跟大家讲的非常的一个清楚，甚至包括的一个这样，包括的一个，哦，你可以看到啊，的一个利基射频元件的利基，你可以看到啊，之前啊转弱的时候，我都告诉大家你要避开，你要避开，你有没有避开我不晓得，你有避开我恭喜你。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估值偏高能够抢吗？还有指纹辨识系统的一个神盾啊，你可以看到，虽然最近来到前低反弹上来，那么反弹上来你要做什么动作？我想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嘛，甚至啊，包括的一个这样，包括的一个毕业功率放大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宏杰科啊，哦，那么跌下来它有没有机会啊？风云再起的一个机会，哦，甚至包括的一个这样三大魔嘴的双红，这一波的一个拉回有没有风云再起的机会？我想这些你都要知道啊，哦，尤其啊，如果你手上啊，哦，握有这些的一个不对的一个股票，哦，你在这个时候你真的要懂得把它转换到的一个这样对的一个股票身上，啊，比如说啊，哦，像啊指纹辨识系统的一个神盾，当时候如果你有持续锁定大师兄节目，你看，就算了，啊，你神盾你去追到高点，然后跌下来转弱，你把它卖掉，我知道你停损你会很痛。但是如果你懂得转到大师兄给你的一个股票，低价的一个标股，绝版一字头的一个苹果光，你可以看到当时就算你神盾你把它停损掉，你赔了两成都没有关系，但是你只要懂得掌握到大师兄给大家的这一档，哦，的一个绝版一字头的一个苹果光，你可以看到你神盾你卖掉，你一张你可以换这一档的一个股票十几张，你可以看到这档股票怎么表现的，怎么表现的，将一波大涨上来，今天再创新高啊，也将近两成啊，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帮你把过去的一个损失给它怎么样赚回来，而且后面我们还要赚更大，怎么来赚更大？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就像啊，就像的一个台表科一样，你可以看到从年初啊涨到年底啊，光是这样一波啊，光是这样一波啊，价差的一个幅度都超过多少？230%，哦，230%。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还有没有？来，一档啊，
可以贯穿明年全年的台表科接班人。礼拜三晚上台北讲座，大师兄吴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到底是哪一档？来，你可以看到台表科怎么涨的，台表科怎么涨的哦。那么包括的一个涨，包括的千峰物也是一样，上一波大涨上来都超过一倍哦，都超过一倍。那么这一档的一个股票，你可以看到整理到尾声哦，同样是低价股，性能高的弟弟，老爸又有金山，绝版三字头。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获利转机大成长，整理到尾声，即将怎么样？即将怎么样？看我的手势，这是哪一档？想不想把握？想把握礼拜三哦，台北的一个讲座，赶快过来。包括这一档的一个水电工的最爱，主升段行情启动哦，等幅测量上档，还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涨的一个空间。所以啊，我常说啊，人对了，股票对了，做什么事情都会对了。哦，那么在礼拜三啊，晚上这场的一个讲座，7点钟，哦，红包年终红包自己赚，一档58空间的一个涨低价标股，哦，低价标股，哦，礼拜三大准你干嘛？哦，大师兄，哦，跟你来做一个分享，哦，吴师啊，跟你做一个分享。哦，所以年终红包自己赚，一档58空间的一个低价标股，在11月27号礼拜三哦，记好哦，今天礼拜一，礼拜三晚上7点钟在台北哦，这是一个农历封关前最重要的一场的一个讲座，并且现场大师兄还会特别准备一份台表科接班人标股研究报告。送给大家，让大家可以抢先知道，抢先卡位。想把握的一个投资朋友，来来仔细看好哦。你只要啊加入 LINE， 成为大师兄的一个好朋友哦，那 QR code 赶快扫描一下哦，成为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就能够免费参加，免费取得入场券的资格哦。礼拜三晚上7点钟。哦，在台北，好东西只跟好朋友分享哦。一档可以贯穿明年全年的一个台表科的接班人，想把握的一个投资朋友哦，赶快 QR code 赶快扫描一下哦。那么座位真的很有限啊，那最近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真的是非常的一个踊跃。哦，那如果说你还没有做好哦线上的一个登记报名的投资朋友，没关系哦，你直接打电话进来，23219933，23219933，相信大师兄绝对是你投资路上的一个好朋友，帮自己加薪，为自己加分，欢迎我们一起啊，跟着我们啊赚第二波最好赚的一段，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见喽，拜拜。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